做梦啦！今即嘛唔着事实咯吼！飞啊！飞啊！你的视力怎么那么暗？我袂跋倒，我会甲你捡条条。阿庆啊，我即嘛总唔是伫做梦嘛？这是事实，皇上，你好耍无？你有欢喜无？当然是好耍，当然是欢喜呀！因有生以来，是今仔日上欢喜的，总算我的心愿也达成啊！皇上，你看，杭州已经到了，你看遐。哦。哇！看下面是一个大湖，这边搁上世界看，湖中有湖，这是不是西湖啊？无唔对，你看西湖边有一个塔，迄就是闻名天下的龙婆塔。也就是杭州西湖的漂亮。西湖风光除了三潭印月以外，也还有飞来峰、虎跑山、凤凰亭等等。哇，你对这些美景我真清楚，我的初中嘛是有读过。但是呢，既然来到这，应该连笔文不如一见，要不然赶紧落来去完成一个朕的心愿，咱来游一下西湖。请遵旨。这是人生一大的乐趣。王庆，你立刻去给我做一只船，陪朕来去游西湖啊！皇上，这要哪会用的呀？啊？是安怎袂用的？第一，咱无什么时间；第二，即摆已经暗啊，迷信是要去倒位租船；也若第三呢，你我关心两个人心无分文呐、啊！哎呀，你是伫咧讲什么呢？朕是一国之尊，天下拢是朕的，要爱什么，那得去用金娘啊！皇兄，你唔通忘记，这个所在并非皇宫，乃是偷偷出游啊！天啊，你紧替朕想一个办法啦！皇兄，你唔通为难迷信啦！就算朕拜托你，拜托你啊！袂用的，就是袂用的，拜托也是袂用的啊！王庆听子，现在今日入去，给我做一只船，若是违抗圣旨，该走。先遵旨。兄啊，这是事实啦，你不是要故意挑难的。起来，我是来跟你讲心情啊，就算我真拜托你啊，求你啊。王兄。那呢，微臣就尽量来去想办法，做看有准无？你都爱答应我，多加等我，千万唔通离开啊！我绝对袂离开，我一定等你返来。安尼才是我的好梦想。这个西湖真水，我无法来佚佗前来。救命啊！快走！救命啊！电人登水底滚，阿爹扣一个老伙啊，认真是目无王法嘛。少年呢，人家输卖挂，无做伙拍。啊，做伙拍，大胆！挂人你也搞要拍？挂人啊！你叫他。Come on!
正是王兄，你上高，公主要不要紧？我不要紧。对，老王啊，你是跟人结什么仇？因哪要怕你？是安尼啦，我刚走囝是伊袂像卫生，有一天伫职员后拄着房国姑。是袂唱无袂信，你莫讲为难啦，拜托。哎呀！快点来走。好，小戴，来人啊！你的姑娘挂老了，你的死老狗，我好出去。出去！哎呦喂！恁这歹人，掠我的走囝，我变来报官啦！还是梦想。是啦，所有的代志都是安尼啦。好，万国，我派去镇守真济，竟然伊会来西湖为非作歹。老王，你这件代志包在丁的身上，我一定将你查囝救倒转来。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。你去水外留待我。是。哎呀，皇兄啊！咱这次是偷偷出游，你又何必多管闲事啊？这叫什么是多管的？应该爱查办。王爷，敌我炮啊，犯我所为，我无办的袂用。对，听人讲，讲这个江南家呢是温柔多情，咱军神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去建设建设一下啊。什么啊，皇兄啊，你可要去建设江南家呢？这要哪会用的啊？这要哪袂用的？皇兄，听子，皇兄，你真是爱去呀、啊！我非去不可啊！哎，你若爱去，我就带你去呀、啊。嗯，听你安尼讲啊，来呀、啊！这去到水外楼，还佫有一段路，万一伫半中途你画卡酸，归去我即马就甲你用看哎。安尼呀？嗯，安尼唔只是我的爱听，我要起来。好，皇兄，嘿。准备要行，好好行。
会让你满意的啦。对，丁梦游就是来伫这个所在，看伊伫这台人客也是同款讲这话，一点啊都拢无改变，果然也不虚此行啊。请问两位人客官是为倒位来哈？哦，老苍诶，阮是帮国古招待阮来啊。真是哦，哎呦，安尼是贵客，是贵客呢。来来来，老丁请啦。唔叫，你叫老苍诶，什么叫做老苍诶？哦，所有酒楼的头家娘拢叫做老苍诶。哦，老苍诶，哎，老苍啊，哎，这个老爷莫拢包起来。哎呦，郭林。啊，你是老苍诶，伊是帮国父的亲情对京城来，嘛是我的主人呐、啊。唉，好啦好啦，我咧关怀你吼，是虾米寡人啊，可道理啊，规日你今日来个家吼，就是我的上宾，今我带你来楼顶，阮专门咧招待贵宾的孟华哥，哈。孟华哥，来，小丫头回富贵啊，起来呀、啊，来请。你认为酒也不能搁再饮咯？不是，你伫惊什么？那酒对店来讲是千杯不醉。老张来，我来去叫。哎呦，妈妈，妈妈，今日我来叫你啊啦！哎呦，啊，先坐啦，我这一下无伫咧店，恁又叫，啊，是咧想我叫哈？哎呦，挂名哦。老张哎，今麦去甲我叫万国姑来叫。万国姑，老苍诶，代志是安尼啦。万国姑叫阮来问你讲，迄个玉冰姑娘是毋是有答应要陪伊？卡叔若是有答应，阮就要将伊带走。公主，你讲对无？对对对，阮就是要来带伊走。哎呀，莫阁讲到迄个玉冰啊，实在是要甲我气死！我是安尼吼，有嘴讲甲无烂嘞，你竟然吼阁唔知影好歹，啊是啊，唔答应啦。你唔答应，你放心。我有办法说服伊，你带伊来。哟，无好啊！来啊，你甲我带玉冰过来哈。哎，老张。嗯。恁的姑娘干嘛呢？拢总甲我叫来好不？是，谁来哈？嗯。来啊！这位姑娘拢来啊！不要恁们话个抢的来贵宾啊！哎玉冰姑娘啊，哦，就是你呀、啊！哈哈哈！果然是生出比我绣花痴梦，莫怪，莫怪我那个王姑姑会对你安尼心魂颠倒啊！原来你跟王姑姑不是同一档的，你别告别我，安那无？我就跳过来！是你妈叫我来救你，你再嘛唔通安尼做。哎，你这个查某囡仔实在是真憨！你若对王国姑是一生荣华富贵享用不尽，算是你祖上有德啊！哈，到这个时阵，你是要答应啊，唔答应啊？你看。伊已经答应咯。哎呦，哪咧公主，咱是不是紧撮玉冰姑娘倒转来去交差啊？我免去，我也是老大家，你撮伊去就好。哎，等下哈。哎呦，两位人去怪酒钱拢也未付清，啊，今麦就搁要甲阮玉冰撮走，啊，万不哩，迄万个姑娘若是唔行，啊，我唔对。哎，老免惊啦，包在我的身上。你带伊进去，进去。公主啊，你不能够忍啊啦！你我等万国姑来啊，你最好。
拢心啊去啊！那安尼公主，我先带伊走，真紧就回来。你先带伊去，我带只继续啉，啉。不是讲我阿爹伫遮等我，奇怪，我的表演该约伫门口，那也无看啦。敢不是走去西湖畔？玉萍姑娘，我找你去西湖畔找伊。老张呀、啊，哎，我有偌好的酒菜拢总甲我传出来。哎呦，每一个人拢想阮十娘。你当然有你我的想法。哎呦今天你好，我那是真心阳光明啊。啊哥你有嘞哈？啊，有呢。小姐，再做一摆事。哎，无呢，你讲算笑，那小费是免欠笑的呢。免欠。嗯。免欠，我身躯也无温柔滴。哦，我总是这块玉佩，让你摕去换。哎呦，让你去换就有够啊啦！哇，这么贵重的玉佩，哎呦，有够，哪会无够啦？来，尽量吃，尽量拎好。来啊，小妹，请客，让家传来啦！这么高贵的玉佩，阿公要给我们做小费啦。嘿，姑娘啊，哎，你大家有看无？这么高贵。老三，哎呦，万国贵照顾我来了。慢车。好啊，哎呦，万国贵，啊，那你啊，到今麦才来了。我问你，你未上路嘞？嗯，啊，你不是派两个人来甲带去啊？当时你啥？啊，就拄则有两个人来伫遐大吃大啉，啊，讲是你的上宾，啊，再来带玉萍转去给你啊。没有这种代志。我敢会骗你啦？无你看，会用搁摕这块玉佩吼，讲要给阮做小费呢。这敢是皇宫的物件？免来留落你这个所在。看来，这个人一定是皇亲国戚。老苍诶，嗯，我问你咧，这块玉佩的主人今嘛伫啥物所在？啊，就伫咧你订来迄间贵宾房，问外国啊。啊，伊写做啥物模样？哎呦，这人吼，哦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，头大面似风，都有大奇才哦。啊，虽然吼是斯文，佫不了缘投呢，比佫较好看呢。啊，迄酒吼嘛真够啉，嘛比佫较够啉。啊，若讲着互阮小费吼，嘛比你佫较大方。你好。这笔小，我领你再去打一声，冷静。哎呦，马哥哥啊，你的脚快唔掉行哇？卖啰嗦啦！你都袂赴五更走条路。
因为阮老身已经一个一个拢问过啊，但是风霜并无出宫。启禀皇后，我府的部老实来一查问过，并无风霜接到信息啊。刚刚风霜是差心未出宫，何在？在，你时时刻刻跟随在皇上身边，皇上查呀去什么所在，一一碎了。有回皇兄，皇上查呀伫咧碧花楼，可以帮贵妃饮酒。是，传万妃。是，传万妃进紫霞宫。皇后，万妃，你也太过分了！皇上知呀，你有属金花宫，你为何会误了早朝呢？皇后冤枉啊！虽然知呀心切，甲皇上伫碧花楼饮酒，但过偌久，好在就来禀告，讲皇后你有急事，将皇上请到朝阳宫啊！回皇后，不是奴才听唔到，唔听。小勇叫我的西宫，所以大闹。何在？喊你一天的时间，给我找出皇上。要那无，哀家就向南清宫的武耀禀报，为你是问。哎呦，已经天光啊，就收着了嘛，也无都赶回掉。皇上啊，皇上。哎呀，你已经睡几暝啊，你嘛好精神啊。精神啊，哎呀，水到叫袂精神。好啦，那爱睏哦，多你去睏。就彩龙针把它放上来。这叫。这是什么所在啊？啊！哎，皇兄啊！哎，天光啊嘞！啊，今日我去走掉，我去走掉。相，恢复咯。金鸡三蹄，咱搁安怎挂嘛？挂袂回掉。钓罗马搁安怎变嘛？是积极得失。你贪杯五大输咯。五就五咯。啊，唔做一边无早调，嘛无啥物关系。这路尾变无路阿少，好啦好啦，要无太阴暗，咱再回宫就是咯。兄啊，我会记得蝶酒楼，安内来这家是什么所在？皇上，你一醉就醉到九霄云外去逍遥咯，你了袂少的麻烦啊。在你酒醉的时阵。忙又差一点人，要来对杀咱两个呀！忙哟，大胆，他们又来计定。皇兄，
怕走了。大胆妄想，近排去陈州真济，伊竟然会走来伫这个西湖来挥威作歹。好，今若是回家头一条，我就要办你妄想。王兄，难道无要回去？过来，恁安排安怎样？嗯，王兄，听子，请慢。你敢为公生气吗？皇上，有多是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皇上，假使若是有兴趣去惹麻烦，那呢，你就家己好好去想办法啦。我家己想办法，我要想什么办法？王兄啊，王兄，你要去哪位？你莫等我。王兄，你无等袂使啊。那派人出来，我是要安怎嘞？你无看人呢？王兄啊，王兄，你若唔紧出来讲话吼，我即马来等你吼，头一阵我就要大胆甲你处罚。我真是无看人呢。王兄，三里土，那无小心就土土土。急匆匆啊，急忙忙，土地好甲心崩红啊！凡间的天主是太莽撞。皇兄啊，哎呀，差点！
这么大了，跳跳。皇兄，要不微臣就带你来去游说哦，你想安怎？您何必大惊小怪呢？客走来水，酒水无分深浅，伊保全一来表，请皇上过目。天上是算尽，王母娘进殿。算王母娘进殿。新王母娘入意回乡祭祖，今日回朝复旨。真好，平心下皇兄，邱丞相，现在丢失部门，属龙事情有缺一致，今日为何以王文英来补缺，唔知有适合无？
洪兄且慢，辛苦将阮洪文英初出仕途，尚未有寸功一条，又不安静，伊怎能担任此职？别洪兄，洪文英不必出将，看尽青年才俊，请保重，必能幸免嘛。洪兄，错了，洪文英听旨。皇兄，丁皇女苏龙喜行，接令接令，下注龙女。完全太死固，了解。慢点，在下正是济南府节度使新大人的麾下总教头花蝴蝶，麻烦各中之处，请下罪。老会记，新府的总教头叫做顾长天，错的是你。各中，叫素蝶一方，请过目。高小姐为着女人已经反背阮大人，新大人命我担任总教头一职，我要将高小姐这个叛徒碎尸万段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原来花教头这次进来是为着要除掉高小姐？不是，新大人上烦恼的不是高小姐，是王文英。阮大人一直担心太极楼的秘密可以泄露出去。叫一张花，请各将过目。我那违反凋零多年的罪责，已经被文生心存所想，而且太极楼机关也已经完成。机关就犹如两潭火焰，因此老夫要夺取大宋的江山，就易如反掌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江国忠，你是不是有将王文英除掉？老夫不但无将伊除掉，而且可以连跳三级。哼，真是气死老夫！请各中放心，这摆我来目的就是要除掉王文英这个眼中钉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在下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代志。龙镇，即刻就将通电管叫龙炮甲我摕出来，那无我就问你是怎？皇上，你看我话呢，我像是一国之君。臣花蝴蝶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用的是上条面巾，暗时用的倒转来陪伴你，安尼你就袂寂寞了。啊，皇上，你看。暂时先把风电管九龙炮放在太极楼，国中再推荐王文英去找找，哪里来？一吹到马死，吹未到马亡。